我要解说的是雪人编号三。首先，红色五寸和白色做苹果结。白色五寸丢一颗豆豆在下面，球嘴和红色节点做连接。五寸大一点，球嘴和豆豆做连接。接着我们做160红色帽檐围圈，做一朵小花。领巾，我们做一个蝴蝶结，围颈部一圈，做连接。手，260做六，两个熊耳，然后消气过来，两个熊耳六。手套，做一个五熊耳，三熊耳三个，做连接，同样。可爱的小雪人完成。